刘兰云、王木兰、严雪莹等12人倾心表演。 Thank you.
年代时期，泗水最繁华热闹的地方叫什么名？那就是洞中啊。现在让我们用歌曲把大家带回当年的缅怀情景，请大家欣赏以下节目。来，猫咪贵宾，你们瞧吗？把上面几个字，老少爷们的。哎，来，我的观众，哎，不是观众，哎，喂，马。早知道爱恨江山人情。
Thank you.